你们居然退团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跟我们宪哥退团，我不知道啊。现在就是一直联络我爸宪哥，所以可能我们就先回饭店。怎么可能宪哥不见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不会遇害了吧？宪哥会在里面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想念宪哥过。现在呢，综艺玩很大，变成Jacky去哪儿了？想办法找人搭便车的方式。哇塞！